在网络社群、社会团体颇受好评的极乐面，浓郁的红烧汤头、 Q 弹有劲的面条，总让人惊艳到素食的美味。如果没有人跟我特别提醒，我以为我到一家牛肉面店。口感层次丰富，可有秘诀。奶粉下去腌制的，所以它是很养生、很健康。然后又番茄下去包炖。我们这种日夜颠倒的生活，然后应酬的餐序非常多，吃这个其实身体有一种清新的感觉。啊，对对。还有这附有高鲜馅料的水饺与抄手，沾上酱汁入口尽是满足。其实一方面是推广素食以外，二方面也是有点私心。私心就是其实这边很好吃。我刚刚吃了这个水饺，其实我很爱吃水饺馄饨。那这个吃水饺一颗加了一点酱，惊艳，那个口感完全吃不出来它是素食的。我觉得我的意思是说，所以其实素食的推广在我们环保的这个概念上面也很重要，所以我们也希望跟佛光山一起来努力，把环保救地球的概念来推广给大家。小菜中颇受欢迎的花生豆腐、辣太极、蒟蒻素生鱼片，都颠覆了荤食者对素食的想象。我第一次吃这个凉粉，对，蛮好吃的，就很清淡，然后很可口。哇，焗烤的东西不输给台北的那些名店，很香浓，再加上它里面的内馅，我吃到了饭，然后还有一些配料，刚好跟这些焗烤是可以搭配的，没有违和感，很好吃。立案成立超过十年的极乐寺滴水坊，以各式蔬食料理暖人味蕾，不少吃遍全台滴水坊的民众分享，极乐寺名列冠军宝座。秉持星云大师的理念，滴水之恩涌泉以报，那希望呢每个人在用餐的时候都能够有感恩的思想、惜福的思想，那也希望环保救地球，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幸福、平安、快乐。吃素也响应环保爱地球理念，让身心沉淀。我们也希望来积极推广，让我们的基隆市民除了享用美食之外，也可以感受到滴水坊的祈福感恩的概念，那给人信心、给人欢喜、给人希望、给人方便，就是星云大师从小我背在心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，我包含我从政的宗旨。享用美食当下，也赞助佛光大学将智慧留给人间，秉持着滴水之恩涌泉以报的心，滴水坊以美食回馈大众，造福社会。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。